像我们今天这个话讲的，就是已经到要封笔了。对。那封笔以后，你真的以后要再找这样的作品，你可能比更厉害了。对。你要到拍卖市场去花很高的喊价，去喊价才能够标得到。那以这样一个他画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这样一个。地位的，那它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代表性。那这个代表性呢，几乎呢，它这种作品啊，是很适合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办公室啊，我们居家里面都非常适合它的作品。那这样的作品呢，是真的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。对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还有接下来这一位的来宾呢？